吴尊北京秀魔法被吴京打飞。吴尊昨天现身北京宣传电影《开心魔法》，他在电影里饰演魔法师，拍摄期间也学了不少魔术。有啊有啊，有表演给他们看，对。可是表演三次有两次是失败的。我的什么？我的水平到哪里哦？炉火纯青。炉火纯青什么意思？不知道，就是炉火纯青。他跟功夫演员吴京有不少武打戏。那一个是我们的开场的一个对打戏，对啊。然后我也是在那一场戏呢，就是被他打到灵魂都跑出来。有啊有啊有，因为我们开拍的时候就有问他一些东西，然后因为经验丰富，然后从他身上也学到一些，对啊，所以这次我们开心合作超开心的。